汇合一下。没没，我过来，你们人多，我过来。来来，欢迎 Jackson 哥。哎，好。刚刚嘉尔说发生了什么事儿，来给大家解释一下。接下来可能有名场面诞生。对，那接下来这样吧，大家又用自己的，哎，不要看，再用自己家乡的语言，嘿，来教对方一句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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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那嘉尔哥就教教粤语，他的弟弟说粤语了，教翻广东话了，我们什么都可以，什么都可以。嗯，交给你了。谁学谁学？我们一起学，他们一起学。我们一起学。咩都唔好讲。咩都唔好讲，大声啲，再来一遍。咩都唔好讲，咩都唔好讲。来，我们猜一猜。来，马哥，你猜一猜，知道什么意思吗？听我讲。不是，是什么都不要讲。哦，什么都不要说，啥也别说了，啥也别。对对对对，还没结束，还没结束。啊、还有，对，还有，还有。三台为主。哦。三台为主。嗨，什么意思呢？身体为主。哦，哎、对对对，这是一份祝福。哎、嗯、是的、嗯、就是身体最重要。对，好、好尴尬。对，好尴尬，这样很好的一种祝福。好尴尬。对，不怕不怕哥，我们可以交换一下尴尬。对，好吧，交换一下尴尬。回个礼、嗯、交换一下。谁来？觉得尴尬吗？我们这个教和学的人换一下怎么样？我们由弟弟们来教嘉尔、啊啊、咱们这各地方言走一个呀。对，小马先来吧。那我们就教这个，因为我们川渝人比较多，嘿、我们就教这个重庆话，好不好？重庆话、可以，可以。因为马上要国庆了，对，那我们就说，来，祝祖国生日快乐，祝祖国生日快乐。哇，这么简单，很厉害，没难到吗？你要不要来一个？考不倒他，再来一个难一点的，难一点，来，难度升级。再来个，先来个男的，山东话，祝祖国发如长生，祝，时间静止了，祝祖国发如长生，长生，哎，也不错，这个弯拐的怎么样？还不错，哎，马大奇，你再来一个，再来难一点的，河南话来一句，河南话来一个，河南话就是，祝祖国发如长生，国泰民安。郭台哦，你来学一下，要不我学了两次，你来学一下。繁荣昌盛，对，国泰民安，对 对, 对吗、啊？谢谢谢谢谢谢，谢大家的祝福。好，真的是第一队派对搭子，这个任务完成的很棒，100%啊！太棒了，谢谢石团的弟，谢谢 Jackson 哥，谢谢谢谢谢谢。刚刚咱们 Q 到。